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原来这个匾在这里哦，而来了。你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 The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
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这个城隍 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 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啊，做得栩栩如生。啊，我们小时候，啊，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啊，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现在知道这个耳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不止，老师有问题。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和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了。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
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呢，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呢，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得大，还是恶业造得多造得大啊？如果恶业造得多造得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得多造得大，那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
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啊，不是一般的法律。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呐，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加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